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准备拿一些褥子被子拿到平房去，然后今天晚上就住在那儿不回来了。今天不能开车，需要拿的东西还挺多，我都发愁怎么拿过去。办法总是有的。他说他这是像老农，他拿着这几个枪就是老农逃难呢。都穿多少年了？又给他吓着。我俩像不像逃难呢？看我来一箱子。晚上人少车少，看我们这边多漂亮的夜景儿。我俩在这等车呢，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了。是，晚上人少。你不坐这儿，挨着。行，那你看着吧。注意安全。到了，马上就到家了。这边都是四合院，瞧瞧人家这四合院，没人住。不冷，我走的时候把床撩起来了。干吗？湿吗？回头把这腿没味儿也。现在气还真烫，走时候忘关那门了。有某天风花雪月似更，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是铁甲，俗世间高山与绿雾尽荒人，与沧海未尽缘分。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，晚灯影化情河。哎，毛毯是在下边还是把这铺下？在你这铺下。你这铺下的。棉的铺下边，不铺个塑料布吗？那可以，有吗？有的可以铺啊。是不是应该铺个塑料布会更好点？对，你必须得铺着垫吧。你铺什么垫？那得单人的中间个。不搁，你铺平了就不搁了，垫着没法弄。你没法铺平，还窄一块。那你这不行，你这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告诉你这不行，这不铺垫子，铺一褥子就完事儿了，不是？那这胡闹吗？什么胡闹啊？必须得铺垫子。睡垫管床好，你那腰不好，你是不是嫌它硬啊？对，没法弄，这。你腰不好就得睡硬的，看你那单人的那边搁着那。你这根不是还有一垫子吗？你这不还有一垫子，给它铺平了就行。铺不平，两个垫子它就宽了。宽了没事，折服点那没事。我也怎么没这没法折？你这不行，折都不行。折怎么不行了？你那个没说宽呢。你宽点就宽点，宽点往下搭了点，比你得要强多了。你这太，你这太薄了。上面再铺一羊绒的呢。太薄了，铺什么都不行，撤。那你铺吧，哎呀，真没法弄。这俩人意见老不统一的，你来。夏天说实话无所谓了。行，那你弄你铺吧，也是拿回去也没地儿放。大冬天怎么？哎，那竖着可能行吧。竖着铺，两个铺也行啊。那行，不管它怎么铺都可以。您来，您来。哎，你说，真行哎。你看它，怎么了 ？So easy。So easy 什么呢？就那边搁着那边呢。这处这个哪个呀？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怎么完？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也是哈。啊，你哎，对对对，铺一点，铺两层垫子，不可以吗？啊，行，必须这么干的。嗯，对，然后再铺上褥子，它也就掘不出来了，可能。还省得拿，我还发愁呢，还拿回去呢，还费劲呢。垫子没有哪行啊？不铺垫子，这我觉得都是什么？哎，行了，您下来吧，一会儿您有腰疼，我来吧。
扔后边的箱子里。电源在哪呢？这不就是脑头？嗯，睡觉的时候就关，要不然热死了，被窝里就热乎的。不知道，应该好的吧。来开关了。再铺上。我都快了，热。行了，我来吧。行了，好了，铺多少层？一层、两层，还层垫褥子。这是羊绒褥、毛毯褥子，垫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层。我的妈！行了，怎么样？今晚咱俩就睡这儿了。行。哎，那边怎么有点长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今天又溜溜的忙活了一天，终于哈把这个床上铺舒服了。原来呢是一个单人的，哎，我就一直在想哈，底下那垫子给它拿回去，因为它硌嘛，中间它单人的，因为它下边有两个褥子。老张就不干，哎，不拿回去，就铺在这下。我说怎么铺啊？你看这脑子吧，就特别受局限。他现在出去遛弯去了。我刚才坐这儿，我就想哈，这人呀，就得齐心，就是人多呀，力量就大。就跟你一个人一个心眼，俩人俩心眼，那心眼多，都往一块儿使，事儿吧，就是事半功倍。就跟那筷子似的，你一根一撅就断，是不是？你两根，他撅着就费劲，你要一把呢？你根本就撅不断。所以哈，家也是一样，得齐心。以后我不能老急着白脸的了，你得让人家说完。以前要这事儿，我就不听他的，就直接拿回去。他也就哎，算了，你不听拉倒，我也不跟你置那气，我也不理你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就得沟通，你越不沟通吧，我发现我是挺一根筋的，然后脑子吧还转不过弯来。你看。这两个人互补还真是有好处，要不然拿回去也没用，还找到处找地儿塞去。好安静啊！本来来这儿哈，我想说让他看看这儿的环境跟楼房怎么比啊，是不是？咱就走吧。哎，你看他一进来就夸，哎呀，这房子哪儿干呀，多好啊，又暖和，嚯，这那的，出去遛弯去了。真是，我们一到这边来，那空气特别好，负氧离子特别的多，因为他人少。地儿大，你在楼房嘛，楼区哈，全是人。先住住吧，我们俩先住住看。这还没装修呢，你要再一装修，是不是？也挺好。行，今儿分享到这儿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留言。请点赞关注哦。